我觉得我们每天呢就是工作忙碌嘛，然后星期一到星期四呢都已经非常的超忙了，然后来到星期五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把整个身心呢给放缓一下，所以马上来教大家瑜伽，你看说话也要慢一点的。好，马上请出我们的Eileen老师。Eileen老师早。早上。所以今天我们要学的瑜伽，它主要呢是可以提供我们人体的怎么样的一些加强的部分呢？是加强我们的外皮系统。就是、外皮系统，可能大家一定很不了解什么是外皮系统，就是皮肤吗？就是我们的皮肤啊，刺激我们的皮肤啊，还有我们的头发、啊，总之是属于属于外层的啊，接触空气的，还有指甲啊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哦，指甲也可以啊，指甲不是吃多点 calcium 就可以了吗？不是啊，其实指甲我们其实需要做一些运动，可能就好像如果家里有墙壁啊，也是这样子刺激那个抽脂、OK 其实主要就是那个刺激，然后让它血液循环、血液循环，对。好，现在我们就马上来做了。老师今天会有多少个步骤？三个步骤，三种。好、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做 forward band。 OK 这个 forward band 是可以帮助那个血液倒流。哦，血液倒流。所以如果你如果你要或者是带着你的那个皮肤，脸部的皮肤，你可以做这一个。我知道，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受到那个地心引力的影响，然后我们开始就会下垂，然后所有的东西呢就是会往下掉。对，所以你做这个 forward band 的时候forward band 的时候它是 reverse gravity 嘛、所以它就拉紧可以。好，这个一定要做。好，我们是、首先呢，我们就是这样直线 ，OK， 脚稍微分开。好，那个手呢就放在头部后面 ，OK。肩膀伸开 ，OK， 所以呼吸，扩的，就呼吸的时候 ，OK， 脸部看前面，呼吸，慢慢吐气的时候 ，rotate 你的那个 hips，OK，、慢慢身体直直的，慢慢伸下去，所以腿部是要很直的，对，腿部要直的， okay, 因为当你腿部一放松的时候，你的 pelvic bone 这边就会往下了的，所以腿部要直 ，OK， 好，所以当你 ready 了过后，你是 inhale 先 ，OK， 吐气，慢慢 rotate 你的 hips， 身体向前 ，OK，slowly flow down，OK，until 那个 maximum， 就你可以撑到最低那个地方 ，OK， 你在这里就停留30秒，30秒，对，正常呼吸。正常呼吸，好像感觉呼吸不到。对，你就慢慢的正常呼吸，你会感觉到你的头部那一部分就开始热起来了，还有手开始热起来了。有哎，可是老师，我觉得就是这个动作它会有一点往后倾的感觉。我们是不是要把身子给拉直呢？不用，就给你的臀部往后一点，没关系的。OK， 好。所以你要上来的时候呢，你就呼吸。上来。对，上来就呼吸，吼起来。对，呼吸再慢慢上来。OK， 吐气，把手放下来。是 OK， 所以你可以做这个30秒，停留30秒。你看，马上就那个打嗝气了。OK，好。所以这个你可以做30秒。OK， 做了2-3次过后，你可以做40秒也可以。你这个突然有点脑充血的感觉。所以你上来的时候要小心，上来的时候一定要慢慢上来，这样子可以给那个血倒流回去。所以真的是要慢慢。如果是高血压的朋友可以做吗？高血压的朋友不要下到太低。就到差不多这样子中间 hold 着 okay, 好，过后就上回来。好，那记住了，朋友，如果是你有高血压的话，就不要下得太低了。不要下得太低。好，那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好，第二个动作叫做 rabbit pose。rabbit pose？ Yes。rabbit。对。OK， 所以我们现在要跪在地上先。OK。OK， 跪在地上，过后那个那个 ankle 对，要放在地上。OK， 好，手放旁边，你的手是差不多要动到你的那个 heels。OK， 不能动到。OK， 要动到的，吃点、要动到。OK， 所以你的手就放在旁边先，好，呼吸先，吐气，慢慢把身体往下，过后那个手是抓着你的 heels， 慢慢下来。OK， 到额头动地，好，在这里是不是你就在这里，你就要开始慢慢呼吸的时候，把你的额头慢慢伸进你的那个膝盖，过后臀部开始慢慢伸上来。手是抓着你的 heels。OK， 不放松。OK， 你就在这边抓着。Okay, relax for 30 seconds. Okay, when you're ready to come down, just slowly exhale. 好，慢慢吐气，下回来，过后呼吸。
上回来，这个动作你可以感觉到的。等下你做的时候，这为什么叫 rabbit？ 因为一点都不像 rabbit 啊。回去然后 rabbit 爬进它洞里面。哦，它是这样子的感觉，对吗？OK， 所以这个动作你可以看，我的整个背后是弯的，所以这个 exercise 它可以release 你的 nervous system。就是我们有时候很紧张的时候，对，其实你会发觉到，当我们很 stress 啊，或者是我们的食物就是 poor diet 的时候，你发觉你皮肤很差。很差，所以这个可以帮助你 relax。OK， at the same time， 你可以感觉到，当你的头部放地上的时候，开始转进前面的时候，会刺激你的那个头皮。所以好，帮助你头发生那个美丽。OK， 好。OK， 刺激头发，就是头发可以更乌黑亮丽。对，就抓着我们的那个脚后跟，对，脚后跟就往下，对，吐气慢慢往下到。那个 forehead 动地，okay， then after that， slowly 你就慢慢把臀部伸上来的时候，额头慢慢伸起。如果你可以动到你的膝盖，你就动膝盖，动不到没关系，动不到没关系。Okay， 对 ，I stand to the max you can， then hold it。Okay， 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注意你的颈部。对耶，我是在说那颈部不小心的话怎么办？所以你是要注意你的颈部。你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的 max 啊，还舒服可以 hold 的话，你就 hold 在这边三十分钟。Okay， 如果你觉得你颈部 hold 个三十分钟，三十秒还是三十分钟？三十秒 ，sorry， 三十秒，吓到我一下，老师。三十秒 ，okay。Okay， 先给我起来，好，慢慢吐气下 ，okay， 慢慢的呼吸上。有点脑充血的感觉。OK， 所以我们发现了，其实这个动作呢都是可以有脑充血，然后就可以让刺激你那个头皮，就好像平时我们那种按摩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对，感觉是一样的。OK， 好。还有这个最后一个呢叫做 Dolphin Pose， 它也是 Dolphin。 哇，我们今天很多动物耶。对，所以这个 Dolphin Pose 也是会导致你所谓的脑充血，因为它也是往下的，就是往下的那个。OK， 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很好的 posture 来拉紧你的皮肤，脸部皮肤。OK，good， 好像刚才我说过的就是那个lifting， 所以好像刚才说过，就是因为它 reverse gravity， 所以它会拉紧。好 ，OK， 好，所以现在我们 OK， 现在我们就 come into all fours in， OK， so then after that curl 你的 toes 起来， OK， bend 你的 elbows 放在地上， OK， lock 你的 fingers， all right， so 当你好了 go， OK， once you're ready， 你 slowly inhale， 把你的膝盖伸上来。Okay, inhale， 对，伸上来 ，and then 慢慢吐气，往下，对，往下看自己的脚趾，对，头部是没有动到地上的，哦，没有动，没有动地上的，先撑着，对，所以你在这边也是 hold 三十秒，OK， 可是我的好像伸直是比较斜一点的，对，然后有一点拉扯的那个感觉，它这边会有点拉扯的感觉，它会拉去中间，所以在这边也是停留三十秒，你会感觉到那个血往你的头部流，有非常，而且这个会比较多。OK， 好 ，So when you're ready to come up， OK， slowly exhale， OK， drop 你的 knees， OK， then slowly sit on your heels， and then inhale， come back up。老师，为什么我每次起来的时候，然后我会打喷嚏？打喷嚏？为什么？可能因为早上吧。两次了，我觉得好奇怪哦。或者是可能因为那个血液往你的头部流的话，就是增加你的血液循环，或者是刺激你的那个 sinus。OK，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通常呢，我们就是很少做这种类似这样子，就是这个让自己血液倒流的那个弄一些动作，就是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往自己就可能睡觉前啊，把自己脚抬高一下，或是多做这些瑜伽动作呢，就可以促进我们的那个血液循环，然后你的头部的整个系统呢也会比较好。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好像头脑也会比较灵活，想的比较清晰耶。是，对对，所以如果你发觉到你的那个 memory power 开始比较下降了一点点，你就做这些今天的动作都会帮助到的，它不止外皮，是真的，所以非常的好，大家呢在家里也可以多做这个瑜伽。当然今天是星期五嘛，很快的就要 weekend 了，那 weekend 呢可能还会做些什么呢？在这里呢就有个好介绍给大家，就是这个遥控汽车。那大朋友呢可以在家里就是可以花一点心思去把这些给装配起来，然后呢再把它给做一个遥控车，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满足感的。马上去看看吧，谢谢李老师，谢谢。